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20: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整个市场我们看到市场是出现了一个 V 字走势，整体来看呢，低位长下影线在这个位置，从技术上来说是不是底部已经探明？那如果说看整个市场结构变化的话，新能源板块大跌，应该说在目前大家看到之前的主赛道是不是也在慢慢的散开来去，到底到哪里？医药是到房地产还是到元宇宙？大家都在观察。那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将结合市场的新热点，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接下来的策略。三位嘉宾介绍给大家，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张秋，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张新硕，欢迎您；还有来自新源基金的余力，欢迎您。那这一时段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跟我们及时来互动交流您的观点还有您的困惑。刚才也说了，今天受到新能源板块大跌的拖累呢，沪深股指是早盘单边下跌，创业板指一度跌幅超过2%。午后呢，在恒瑞医药、沃森生物为代表的创新药提振之下呢，指数探底回升，地产板块也是连续拉涨，缓和了市场的一些情绪。刚才提到的元宇宙也是继续活跃，最终呢，沪指收盘单针探底，两市成交1.08万亿，还在万亿之上。但是呢，北向资金净流出达到118亿。盘后数据显示呢，中国十月的 M2 同比增长8.7%，社会融资增量为1.59万亿，新增人民币贷款8262亿元，均超出市场的预期。我们说，在这样的一种市场状态之下，如何判断接下来的市场可能性呢？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观点。我们先来问问张秋吧。那今天是一个深V，前期的低点是不是能撑得住？我们说的长下影的这个探底，深V拉回之后，可不可以说在这个位置底部已经探明？对，如果全走势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有惯性这个下探的一个惯性。那么就是每次从今年以来的每次市场呢，其实不管是调整还是上涨，其实反映的都是整个结构分化的一个过程。这段时间从9月份以来，为什么指数一直下探，然后没有包括今天就是又跌了一个新低出来？我们发现就是说，在四季度大家寄予厚望的银行板块迟迟都没动，就是原来这个每一年的这个四季度，大家认为这种低估值的银行、金融，包括一些消费，这白马基本就是会在四季度的时候，它讲一个估值切换的一个这种就是投资逻辑。那今年其实一直都没有出现，所以当今天盘中这种就是已经涨到比较高市值的这种新能源车，包括光伏这种开始下跌的时候，导致整个指数的下跌其实动能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但是回过头来看，我认为这个地方就是说整个指数的下跌，其实它中间其实主线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在这个位置不是一味的去恐慌，认为说指数是不是要到什么3400或者3300，我认为意义不是很大。这个位置我们就是在包括这五月底，就我们五月底的时候，我们再看指数其实起来了一次，后面其实又跌了一次新低。但实际上很多股票它的低点就在五月底六月初那个时候，其实反而就是走了这种景气下来的股票基本都走得比较好。那这一轮我认为就是有些股票其实在上周其实它已经触底，今天包括指数下跌其实跟这些股票是没有关系的。我刚才说了，这些下跌也好上涨也好，它都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过程，反映到指数上面来。恰恰因为这一轮的下跌，银行这种大权重的板块它没有起来，所以没有东西对冲这种高估值板块的下跌，所以指数表现得非常疲弱。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今天的中国十月的 M2 同比是增长8.7%，社融是增量1.59万亿啊，是这么一个状态。新增人民币贷款数量是8262亿这样的水平。之前大家担心啊，接下来整个宏观的这个压力，还有政策可能没有跟上啊，就没有像大家预期那么跟上，可能会有一个政策的空窗期。但是从这两天房地产的一些柔性的信息来看啊，似乎慢慢的在市场当中是不是有所缓解？因为房地产今天有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这个在讨论的一个政策，就是说并购贷。就并购贷的话，以前是去拍地拿地，然后去银行去这个拿贷款。那现在如果并购贷，因为现在很多民营的，包括一些中小房地产企业，它的项目做不下去了，那是不是一些大的企业它就是进行并购？所以并购拿项目，很可能这个时候呢，比你去拍地很可能是更有优势的。那这个时候
并购哪里，其实你也需要钱嘛。那如果银行有这个政策，并购贷里面的负债部分可以让银行来这个出这个钱，那肯定是利好龙头的房地产公司。所以今天为什么房地产这个板块到后面表现得比较好，其实它有这个有相关的一些市场，对对，有相关的信息在里面，市场的一些声音啊。对对对。那刚才我们也给大家看了今天板块资金的一个流向情况，简单看一下，化学制药是因为昨天有个原料药的相关政策在盘面当中，我们在昨天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也提到了啊，还有这个半导体、房地产，就是刚才提到的，还有光学电子、贵金属、5G 通信啊，这是在今天板块资金流进的，流出的有电力、有色金属、汽车、银行、食品加工，还有保险啊，这就是今天板块的流向情况。那新硕，从现在来看，11月份我们说这种状态是不是从流进流出啊这段时间的表现？前期是新能源啊，现在新能源慢慢的散之后，我们看流进流出的新变化，这是不是还是说明？互弱深强这种格局还会延续呢？我们觉得首先在年底这个阶段啊，互弱深强一般会发展过来，一般反而会走成互强深弱的一个格局。核心原因的话是，我觉得年底的时候一般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权重板块实际上都会有反应的，那么这个的话对于沪指是构成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优势表现的原因。另外的话，像新能源这一类的个股啊，实际上本身还会受到一个所谓的我们称之为这个困境，就是抱团的一个困境。当你这个板块的个股达到了高位之后，我们没有看到新增的这个比如说相对来说比较购买力比较强的一些资金去入市啊，大家可能看到 A50 上市，那么 A50 成分股里面宁毛的话是第一名，可能会带来一个增长资金，但是就过往 ETF 表现来看的话，一般 ETF 上市之后在成交量逐步萎缩的背景之下会产生大面积的一个回调，所以说反而有可能在接下来的话构成一个被动指数型的基金卖出新能源龙头的一个可能性，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并没有看到新能源行业有更多的子弹过来支援这个板块啊，那不得不谈到当下的一个缩量局面。对于一些高位的板块，市场呈现缩量局面的话，也就意味着场内的增量资金并不是很明显，那么高位的话这个位置越高啊，在缩量的背景之下其实危险越大，所以我们认为在新能源调整而年底一般权重板块有表现的一个背景之下，反而会有可能走一个互强深弱的一个格局。尤其是除了这一个贷款数据之外的话，其实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候还公布了这一个 PPI 数据啊，13.5啊，有人调侃到说这个数据是26年的一个新高，那么可能很多分析师自有生以来还没有见过啊，大概是一个调侃的意思。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对于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制约啊，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我们可能觉得市场也会有这种担忧。那么这一块的话，其实也就意味着高成长板块的一个资金啊，它的流动性的这个隐患啊会越来越明显一点。所以说在此的话，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市场在当下的一个位置，严格来说缩量局面出现之后，短期这一个底部想要说确认的话难度是比较大一些啊，如果出现了底部的话，接下来我们会更加倾向于是互强深弱的一个格局。其实张秋刚才对整个指数波动情况来分析的话，你觉得可能整个市场是在切换当中完成这个指数波动啊？那互强深弱这个状态，同意新硕的观点吗？实际上，相当长一段时间来，我是淡化指数的。为什么？因为整个指数其实就是一个总的状态，就是震荡两个字，无非震的这个空间大还小。我们去看这个，包括这个深圳成指，其实相当长时间它已经我看都不大动了。包括创业板指数可能稍微好一些，对吧？那么就是说从整个11月份包括10月份以来，我们看到就你看过去其实这个盘面好像是一直在震，没有什么主线，但实际上认真去看的话，这里面主线我觉得还是很清晰的。它这里面讲一个什么样的主线呢？就是说我们抛开景气赛道不说，景气赛道就是光伏、新能源车这些不讲的话，就是一我们会看到新能源加，什么叫新能源加？就是你传统的企业，就是他现在就是不管是往光伏那块，这他研发的产品往光伏去送样，往新能源车去送样，去给特斯拉供什么，然后就是说还有就是像比如说他原来做的主业是一些电机，那现在我们发现这种新能源车他门把手根本不是用手去抠的，他全部是你按一下他就开了，这个每个门其实都需要电机去驱动的。那原来像这些公司它其实并没有做这些新能源车的，但切换进去后，一有个增量的业务，第二个其实给它提了一下估值。你是说汽车配件的某些方面？对，汽车配件。其实你现在看到很多汽车配件公司，大家很可能讲的是一个认为是是不是汽车的这种销量是不是因为去
今年年初确信后面要反转，我认为就至少有一半的逻辑是因为它切入到了新能源那个里面去了。所以我们讲新能源加不仅是加新能源车加光伏加储能，就像2014年2015年我们讲的一个互联网加一样，所以要非常重视这里面的一个。大家现在去看所有涨的这种就中小市值的一些公司，你看过去你仔细去思考背后的逻辑跟这个基本都是有关系的，这是第一个主线。第二个主线，我们从10月中旬来看到什么，就是我们讲了一个受损修复。什么叫受损修复？受损修复，对，什么受损？是错杀的意思吗？不是错杀，这里面受损就是它利润表受损了。它利润表受损主要是因为刚才讲的这个，因为 PPI 涨到20年新高以后，大宗原材料是极高的一个位置，包括我们现在在讲食品企业里面，发现一包装材料涨了。第二个发现炸这个沙琪玛炸油条的油也涨了，那实际上对它成本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那是一个源头要素价格。对对，那这里面还。就我们暂时撇开它需求的这种下降，光成本的上升就已经把它利润表这个侵蚀的比较厉害了。如果说现在 PPI， 这就是原材料大宗原材料往下走，然后包括这种就是它现在其实也在调价格嘛，有的涨5%到10%嘛，像这种就是报表，我认为就修复就是原来是受损的一个报表，后面修复其实从10月中旬以来已经交易了一波预期，大家看到所有这个不管是火锅料、酱油，还有食品、零食都涨过一波，但是涨过一波以后，我们要识别的是什么？你这个涨完是涨完回去，还是涨完调完，后面它真正修复了有一轮，就是我们说从技术上一个主升浪的行情，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研究的。所以我刚才讲就很明显的，就是说新能源加所有基本就是说挨上边，基本它整个弹性是很大的。但是为什么在10月份之前，你看他们都没表现，最近涨了很多股票都是在下面突然起来涨个40、50，因为他们根本是三季度的时候受制于三季报不行，三季报通通大部分都不行，三季报要么是刚才讲的那些新的领域的送样或者说订单没有出来，要么是因为成本的上升，利润表受损，三季报都不好看。现在所有讲的逻辑基本都是明年后年，他如果有量，利润表又修复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公司，很好的股票，基本都是这种。大家已经在找跨年的预期差和跨年的这个市场机会了啊。那其实除了盘面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经常说的量化。那据万德的数据显示呢，近一个月来呢，国内量化产品收益集体出现回撤，平均的幅度近10%，不小啊。应该从多家机构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市场风格急剧变化是回撤的主要原因。虽然我们说征哥今天的指数是探底回升，但是前期我们说对这些量化啊，大家觉得是机器在操作，它的这个成功率啊，它的这个稳定性啊，是非常高，怎么最近也出现了回撤？我们来看看余力对这个量化最近的一个观察和分析。最近量化其实回撤的话呢，上次其实有一次节目也提到过，量化的话现在市场上发行面最广的两类基金的话，一个是指数增强，还有一个是量化中性。那么指数增强的话其实就是纯多头的基金，而量化中性的话呢就是股票加股指期货对冲的这样一个基金。那么这两类基金的话在10月份以来整个累计回撤比较大，其实我觉得原因主要三个吧。首先第一个就是周期股的大面积的回撤，第二个呢是整个市场的话主线不明确，所以导致主题投资的轮动太快了。其实对量化基金来说的话，它的这个在一个主题定格的话，它比较容易抓取超额收益，而如果说行业轮动过快的话，它是不利于它找超额收益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对于一些用期指去对冲的基金，那么用期指对冲的话呢，其实从期指贴水转深水的过程对这些基金的净值是很痛苦的。所以说这三个原因其实集体影响了整个量化的产品的这个回撤。那么很多的量化其实在9月份、10月份，大家听到这个量化指增之后，绝大部分人所看到的产品是500指增或者是1000指增。那么在500指增里边的话，其实中证500里边什么股票是最多的呢？周期股票是最多的。那么随着其实10月份以来的这个煤炭、有色出现了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累计跌幅，那么这个量化的净值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累计的回撤了。嗯。
就是说这像市场当中的这种就是快速的轮动，让量化也无法适应，这是给出一个解释，对吧？快速的轮动，快速轮动。那其实我们回到说跨年这个话题来说，现在已经进入这个跨年的时间点了。刚才张秋也提到说，现在整个市场当中有一些这个资金，或者是一些上市公司已经把三季报消化完毕了啊，已经出现预期差了，给大家做了一些这个分析。我们看看新硕在跨年行情上有什么新的观点，新硕。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原因还是比较关注的，应该是消费。嗯，核心原因的话是，刚刚张秋也提到，就是张秋老师也提到这一个整个市场在提价，这个提价实际上对于无论是食品类的企业来说，还是一些其他企业来说，它是一个阶梯提价的过程。行业的龙头的话，一般会有一个第一波的明显提价，大概时隔1到2个月之后，行业的老二、老三啊，就会开始逐步的跟进。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会看到，接下来整个食品行业像脉冲式的一个行情，忽然来一家公司宣布涨价，再忽然来一家公司宣布涨价。那么这种此起彼伏的一个效应来说的话，实际上在整个消费板块形成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刺激。另外的话，大家其实也看到，当下的话我们会发现，首先在这一个PPI 指数上涨之后的话 ，CPI 指数也达到了，对，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跟随的上升。那么这一次的一个上升的价格的原因的话，是来自于产品的这个菜价啊，菜价的一个上涨。那么菜价上涨完之后的话，我们也发现猪肉的价格反而有点倾向于止跌，当然环比增速依然还是负值。所以说，实际上对于整个接下来CPI 指数的一个上台的话，大家应该也有历史上的一个交易经验。如果是从纯交易角度来看的话，行业二三的一个公司的提价消息，还是整个 CPI 指数未来预期的一个上行，核心的话实际上对于整个食品饮料板块的一个刺激会比较明显一点。而且我们也发现，实际上从年初以来到现在，很多如果你是看纯一线的白酒的话，那么它的估值还是30-40倍，但是如果你回头看到一些食品饮料的公司，可能只剩下10-20倍的一个情况了。虽然三季报相对来说受损比较严重，但价格提升之后，对于他们未来的一个交易情况的话，我们觉得还会比较乐观一些。其次的话，就是除了这一个消费类的这个食品饮料板块之外的哈，实际上我们觉得整个跨年行情来看的话，不论是年前的这一个银行板块的一个反弹，还是年后可能会带来科技题材的一个二次的机会，其实都是一个偏主题性、事件性的一个投资，比较短暂一些。但是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其实在整体控仓的背景之下，做一些短暂性的投机题材，也是博取一个超额收益的一个方向。你刚才说短期做一些投机题材啊，哪些可以做？你是说现在有市场在这个所谓的跨年空窗期当中，有一部分资金没闲着是吗？对对，首先他们做了什么？首先，我觉得现在应该比较大热的这个元宇宙的题材。元宇宙啊，对，实际上这个题材比较有意思啊。我们在2021年7月份的时候，当时半导体我说临近尾声了，当时说到了80度嘛。我们说到80度的半导体之后，一般的情况下，接下来会开始炒 VR。当时的时候 ，VR 题材是动过一波。那个时候7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欧卡洛斯这一个眼镜出货超过了1000万台。等到9月份的时候，元宇宙的概念第一次正式的登上了舞台。然后等到11月初的时候吧，整个元宇宙再次出现了一个二次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两次这个时间点啊，实际上对于资金来说，反而成了短期的一个避险或者是抱团的一个方向。当然这一次的抱团和避险明显是倾向于一些高度交易性的一个资金。而有意思的是，如果大家接着往下展望的话，会发现在2022年啊，也就是明年的这个 CES 电子展的时候，实际上应该还是会有很多类似元宇宙的题材出现。所以说对于这个题材来说，往远处展望大概可能要一个月之后了，有交易性的机会。那么对于当下来说的话，在市场环境不好的时候，反而形成了很多抱团的一个资金。而这一波抱团资金它也没有闲着，不是在当下的一些高度的比如说已经是确认涨了很多的股票里面去做，它开始去扩散了。它这个扩散的方向包括以前比较冷门的一些传媒股，甚至包括一些做VR 设备代工的企业，尤其是设备类的企业，也开始逐渐的有机会。我们认为这边其实抛开这个短期交易性的机会来说的话，还有两个方向非常值得关注，就是来自于整个VR 或者是元宇宙设备的一个核心，一个我们称之为玻璃晶圆因为这一个玻璃晶圆的话，它不太像之前的那种手机里用的这个塑料镜头，它可能对于这一个技术要求更高一点，但同时对于这个所谓的模拟出更加真实的一个世界，也能实现技术上一个要求。另外一个技术的话是这个光波导技术。那么光波导这个技术的话，其实是为了配合所谓的 VR， 因为以前的 VR 大家戴上之后头晕目眩这不是跟5G的这个
环境有关吗？对，除了传输速率之外，在就是信息处理的上面也需要使用一些新的一个方法，才能解决这一个所谓的眩晕的问题。就不只是你传导的速度要快，你解析的这个速度也要快。所以说实际上对于这一块的话，我们认为大家还是多往设备里面去看一眼会比较好一点。那这一块的话，在 CES 电子展上应该会有相应的技术逐渐普及开来。那其实新硕，你刚才既然提到了元宇宙啊，我们再往下说说。因为这两天呢，大家也在探讨这个概念，可能一句话两句话还说不清楚，只是在提高认知当中啊。我看清华大学最近也刚刚出了关于元宇宙的最新的一个分析报告啊，在认知上，在我们对元宇宙的这个理解上，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这个空间的理解上啊，那现在大家认为这一波第三代的互联网啊，元宇宙被称为第三代的互联网，和现实社会的交错是可能这一代最核心的啊，最核心的连接点呢就是 VR AR， 所以先涨的就是 VR AR。那有人问 VR AR， 会不会像就是上次我们漫步者耳机 TVS 的时候啊，会不会像那样的一种炒作，就是一下子把这个技术提升了、迭代了，会不会是那样的一种炒作模式，还是说还有新的不同的看法？首先，这个题材是这样子做的，他先做内容类的一个炒作。就是他把元宇宙的内容的公司拉出来先做了一波。为什么做这一波呢？因为在大家的认知中，如果你去炒设备或者说业绩的话，大家如果在现实的感知中没有这种见过之后的话，你是不能接受这个概念的。但是他从这个内容的公司上面去接受会比较明显一点。所以说为什么元宇宙第一波介入 VR 和 AR 这个题材的方向，就是因为关注内容。那么到了内容之后的话，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去往这个设备上面去做了。因为有点就到这一步的时候会和这个 TWS 耳机比较像，因为你能看得到实物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说过，这个设备类的公司不是所有的代工都可以啊，必须结合前面两个技术。到最后的话，这个元宇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们有很多人的解释方向。比如说他说是再造一个虚拟世界啊，再造一个虚拟世界，其实可能更多的时候类似于一个数字化，我可能更多的把它理解为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数字化的话，无论是现实世界的一个投射或者说映射来说的话，还是说在有限的这个电子空间中打开人类精神世界的一个需求，我都可以去理解它。但是归根到底的话，实际上题材在这个位置上走强，它本身除了就是它这个题材具有想象力或不可证伪的原因之外的话，还是因为在这个市场上相对来说缺乏这种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个题材。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一波大盘比较剧烈的一个调整的话，大家可能就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个题材。所以说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出现的话如果单纯的类比 TWS 的话，可能还需要再等一等，等到明年的时候，在当下的话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短线资金的避风港，会比较好一点。张秋同意吗？在这个元宇宙概念上交易策略上，实际上我们交易策略可能略有不同，就是因为从 5G 开始出来到现在，大家一直关心的就是应用的场景在哪里，应用内容在哪里。刚才包括杨振老师讲的 VR AR， 包括现在讲的元宇宙，实际上大家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好像特别理想的应用的一个场景，包括这个公司标的里面应用类的。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就是关注里面核心的代工企业，你能够生产这种就是设备的，或者说那你所有的这种就是头盔或者是 VR AR 的这种包括元宇宙的这种设备，你都要用到一些镜头，你肯定要带上这个东西吧。是不是就刚才这个张新硕说的这个玻璃晶圆还有光波导技术当中的核心企业？对，所以是吧，所以最近你去看，你如果说追求基本面的然后能够下手的，不是炒题材的，很多人他其实是往这个方向去，这些方向里面有些股票呢其实他做的这个其实还是不错的，然后包括一些代工，你说这个能不能跟 TWS 去相提并论，这个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就是从手机到 TWS 一直是这个消费电子里面一个接一个的。现在大家在想就下一个接力棒是谁，也很多人在想 VR AR 的这个东西，包括元宇宙的。那我们觉得就是从一些公司来说应该还是有这个端倪的，但是这种面不会像手机扩散的那么厉害。就手机那个它是一个整个产业链，因为它是一个从零，从原来这种就是零到一，从零到一老人机就是按键的，然后这样子。那现在其实这些东西是在现在这么多的一到这么多的电子产品基础上面，它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应用。所以我们现在基本看的会是看代工企业跟核心的一些零部件的企业。好，
那今天我们把这个短期这个市场的这个热点又跟大家做了一些深入的探讨啊。那在这儿在互动当中呢，有一位朋友问于丽说，请问一下于丽，用你的这个期权策略来分析的话，那沪深今天的走势能不能判断一下前期的低点能对大盘有所支撑？其实的话就是是不是到底了从其实目前的波动率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 V 字反转还是说明一些问题的。今天盘中如果大家熟悉这个期权盘面的话，会明显的发现到上午在跳水的时候呢是上升的，波动率是上升的，就升波的，到了下午开始 V 字反转的时候呢又转为了降波，所以尾盘的话呢整个波动率指数是下降的。那么其实我们平时每天啊做期权的人会从另外一个维度去看市场做一个计算，每天会算两个值。我今天带了一张图，好，有一张图，这张图是一个像那个中型分布的一个图，有一张图，这张图之前有一期节目也给大家看过。就这张图的话呢，其实大家就像无脑的傻瓜一样的去带数字，咱们就像这个小学生一样去带数字啊。这个标的价格也就是今天的沪深三百是4821点，那么今天的波动率呢大概是在16到17，你把这个数带进去，带进去之后的话呢会得到两个数啊，两个数的话分别就是站在当下期权人认为95%概率的支撑和压力位，然后呢这两个数的话今天我们算了一下，大概就是在七月末的低点以上和七月的震荡平台的那个中枢，也就是下面的话大概在4650点左右，上面的话是在5050点左右。那么今天的这个收盘价是4821点，也就是说今天的价波关系并没有让整个我刚才算的两个数出了七月末的这个箱体，还在这个箱体里边还兜得住。我们每天都可以算，那么事实上我其实从八月中旬每天去算，算到现在的话每一天都是在这个箱体里的。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要小心这个箱体被突破呢？就是当下跌的时候明显升波了，明显升波的话你把数字带进这个公式呢，你会发现下面那个下沿就会突破七月末的这个低点，那么这样的话这个下面的支撑就可能会不保，所以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支撑还是在，还是有效的。好的，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临近年底呢如何在震荡之中把握结构性的主升行情。那现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0元报名有看头家北上资金的选股实战课程，特约嘉宾呢将带您识别主力布局的路线，那随课呢还将享受5大的精品权益，奖练一体，课前课中课后全程的跟踪。那请您马上登录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家来获取完整的听课方式。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和大家再从期权策略上来看一看整个市场在未来波动的可能性，我们再学一些期权知识，我们稍后再见。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提醒您收看公司与行业。掐指一算，今日要抄底，哎呦喂，今日一开盘不要动啊，能入成股神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听我的。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目前市场每天都有热点，板块轮动太快，总是选不到好股票，怎么办？别着急，让智能选股模型多空雷达升级版帮你轻松把握行情机会，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就能立即上手使用，早点了解，轻松交易。升级过的多空雷达得益于机构大数据分析系统，逐层挖掘市场投资行为数据，搭建当下强势股走势模型，并在4000多只个股中一一对照，挑出形态良好的短线龙头。扫描二维码立即体验，让多空雷达帮你找出当下好股吧。智能选股更要把握买卖时机，而多空雷达特有的三角模型则可以清晰地发现买卖趋势，红色表示多头信号强烈，可以开始关注，蓝色出现时空头信号预警，投资者要谨慎观望。操作简单，提示及时，现在扫描二维码拿到手试一试，相信事实会给你答案。哎，王哥，我最近特别愁。怎么了？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结果一买就跌，一卖就涨，可愁死我了，赶紧给我支支招吧。做投资啊，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都是有讲究的，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关键点位买卖法？是啊，这个方法啊是专门用来捕捉买卖点位的，遵守线上阴线买，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这样，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关键点位买卖法》。方法怎么用呢？里面写的都很详细，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太好了，是用微信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嗯，这个资料挺抢手的，你赶紧去领啊。好，我马上去领。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提醒您收看《公司与行业》。好，欢迎回来。从十月下旬至今呢，市场一直处于震荡期，那期权方面的波动变化也是非常快。我们也注意到今天部分的认沽期权盘中的上涨幅度超过一倍，波动急剧放大，加上最近期指升贴水，对接下来市场到底有哪些指向性呢？还有震荡市当中如何用期权上保险呢？我们继续请出兴源基金的余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余力刚才也提了说，今天盘中认沽权证一倍啊，我们怎么看就是这个一倍的现象？你给大家解释解释，认沽怎么在今天的盘中有一倍的这个变化？其实对于期权来说的话，出现盘中翻倍呢，不是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说它在每个月可能都会出现。那么它一般什么时候会出现？你看到认沽期权，我们所谓的上保险的头寸，它是翻倍的呢？有这么几个因素要共振一起啊。首先，这一天的标的指数是需要急跌的，像今天就是急跌，对，急跌和缓跌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缓跌的话，它未必能够在盘中迅速的翻倍，但是如果是急跌的话呢，这个期权很容易快速的升值。第二个呢，就是一般来说你会看到翻倍的这些期权，一般都是近月期权，比如说现在就是十一月，那么十一月期权还有两周到期，这个两周到期的话，也就十个交易日。那么十个交易日的话，这种期权就像我们比如说0:1落后的时候突然变成了2:1，所以它的这个升值幅度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今天其实盘中出现认沽翻倍的这些合约都是十一月份的，在这个沪深三百在4800附近的这些期权。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其实今天就看到了保险的效果，保险的效果已经出来了啊。那您刚才也提了，今天它这个翻倍是有这个市场瞬间的原因的。那既然它的这个保险效果出现了，那我们怎么在期权运用上给这个市场上保险？其实在上一次十月中旬的一次节目里边，我还专门提了一句，我说年末，今年的年末要重视保险这件事情。那是因为这个从七月末的这个底部走上来的话，八九十三个月份都在箱体里，其实每一次的箱体格局都是会给我们上期权保险一个很好的时机。实际在哪里呢？就你箱体的话都有箱体上沿和箱体下沿，那么箱体的上沿每一次当市场指数走到前期箱体上沿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看跌期权是很便宜的，大概只要100块200块，但是如果从上沿又跌回到下沿的话呢，它可能从100就涨到300-400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只要花千分之几的仓位就能产生1%的效果。那么每一次在箱体上沿的时候，这个时候加保险跟那个减仓我们的股票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如果说我的左手是股票，我的右手的话是在每一次箱体上沿的时候去加保险的话，那么我的股票始终是在的，也就是我的股票不存在我们平时所说的空仓焦虑症。因为很多投资者的话，他一旦平掉股票的话，他就会考虑买下一个股票或者下一个板块。但是如果说你长期看好一只股票的话，那么你的左手不动的情况下，你的右手在每一次箱体上沿的时候加保险，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另类的操作。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你在箱体上沿去加了一次保险的话，就算这次突破箱体了，涨上去了也无所谓，因为你的保险费也就亏了千分之几。所以说如果真的这次箱体上沿被突破了，那么你的那个左手的股票还是能得到大量的收益的保留的。所以说其实每一次你看到在箱体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有一句期权里专业的术语叫扶墙走的保险。什么叫扶墙走呢？比如说我也带了一张图，就是一张沪深三百的两个墙，对吧？这个两个墙，一个是压力位，一个是支撑位，那么到现在也没有破。
这个墙当中的上沿就是每一次加保险的很好的时机，所以这个就是有经验的人会在这个时候加保险，然后来防下一次接近箱体下沿的这个波段。其实余力刚才你说的这个策略，所谓期权扶墙走，可能就是比较适合在震荡市当中，对吧？在一段震荡市当中，你刚才也说了4650、5050就是这个区间，那就是下沿和上沿。那么可能在整个交易过程当中触及到上沿的时候，保险策略其实你就逐步逼近上沿，分批去保险，你不可能开在最高点，所以是一个分批的过程。那我们说期指短期的这个升贴水有什么意义呢？就期指的话，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从10月份以来的话，期指的升贴水和对应的这个背后的现货指数有比较明显的背离。这个背离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指数如果涨的话，如果它的升水反而转贴水了，其实是往往意味着上涨的持续性要存疑的。反过来，如果说现货指数在跌，而这个时候贴水又转升水了，那么意味着期指那边已经有人抄底了，所以说它又是一种背离。那么这种背离的话呢，从10月初到现在始终存在。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10月18号下跌的时候期指转升水了，还有一次呢就是在10月末的时候有一次大阳线，然后期指转贴水了。所以这个过程的话它一直在背离，因此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目前还是一个箱体格局。其实余力刚才给大家解答的这些问题当中呢，有几个核心。一个核心是在目前整个市场震荡格局过程当中呢，我们现在现货市场的这个震荡还属于正常状态当中，是吧？还在震荡，没有超出上沿，也没有跌破下沿啊。那在震荡当中，期权策略可以用扶墙走的这个策略，对吧？就是给大家讲啊。那刚才也有人问说，请问余力老师，期权波指的公式怎么看不到？是不是刚才我给大家上的这个用波指计算这个压力支撑位的示意图当中，是不是已经有这个公式在了？波指的话呢，大家可以在交易软件上看到。如果说你是已经开过期权户的话，一般券商会给你下载一个客户端，一般有一个叫汇点或者是通达信，上面呢专门有个地方叫波动率指数，比如说现在是17左右，那么你把这个17啊带入这个我在现在屏幕上，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屏幕，屏幕上的这个公式，你把波指带入我现在公式里波动率的这个位置，那么你再把沪深300指数的收盘价带到现在指数的这个点位的地方，然后你去算一下，这个地方就是95%的一个支撑位，95%概率的支撑位。如果这个支撑位相对于7月末的低点出现了明显的下移，那么我就要对现在的支撑存怀疑了。但是今天的V字反转的话，目前来看的话，还有一定的效力。那其实这个公式当中就是在左下角和右下角，就是指数现在的市场指数，对，就是今天的收盘价，收盘价乘以你在软件上看到的波值一减去波动率除以3.6还有一个是加波动率大家可以截个图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次如果请余力来讲的时候，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好，那我们期权就先讲到这儿，一会儿呢进入我们的互动时间，看看大家在哪些方面呢哪些板块上还有一些问题要和我们的嘉宾来咨询，我们一会儿再见。王哥，我最近特别愁。怎么了？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结果一买就跌，一卖就涨，可愁死我了，赶紧给我支支招吧。做投资啊，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都是有讲究的，你真该学一下关键点位买卖法。关键点位买卖法？是啊，这个方法啊是专门用来捕捉买卖点位的，遵守线上阴线买，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这样，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关键点位买卖法。方法怎么用呢？里面写的都很详细，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太好了，是用微信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这个资料挺抢手的，你赶紧去领啊。好，我马上去领。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今天会把我们在实战当中经常使用的操盘系统 MACD 三步买卖法分享大家，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每位朋友都能马上领取。 MACD 三步买卖法通过三步来帮助判断买卖点，简单易懂，到底能不能帮你提高看盘能力，你不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拿到手试一试。市场上新指标越来越多，但是像 MACD 这样的经典耐用的传统指标仍然被大家广泛使用，可见其经得起市场验证。如何利用 MACD 指标排除部分盘中虚假信号，提高交易的准确性呢？尽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 MACD 三步买卖法。这个方法包括了多年实战操盘的总结，配合着实战案例讲解，好不好用呢？现在你就花上几秒钟，立即扫描二维码，拿到方法，实际应用一下，事实会给你答案。好，欢迎回来。在大家的互动当中呢，关注到医药板块的人非常的多。一方面呢是昨天原料药的这个政策引发了今天化学制药类个股的上涨，另一方面呢，大家也在观察，就说医药一直这么压抑啊，到底这个行情什么时候起来？首先我们说这个医药，现在大家可以观察到，硕果仅存的西超板块其实最近也在调整。是的，对吧？然后就是其他的那个就是医药，从去年因为这个疫情受益的那些，现在其实今年一直都在下跌。那么大概从一两个月前，大家就已经开始关注跌得这么低的医药股，不管是传统药还是一些这种就是原料药，它到底有没有机会？那我自己观察下来，就一个结论，就是没有景气度加持的低估值是走不远的。就这两年的所有的交易结构，不管是我们说这个消费里面白酒，还是说现在景气现在大家所说的景气赛道，包括西超，你如果后面没有持续性的，就是反弹完它又回去了。现在大家就说我们在讲这些因子，我们说量化因子里面到底有多少是价值因子，有多少是低估因子，我现在是打很大的问号的。因为很多人是讲有几百个因子，我觉得就是像这种现在低估的因子大家考虑的可能会比较少。所以在我们在讲的这个四季度的这个主线也好，或者明年的主线也好，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个，一个是新能源加，一个是授权修复，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强者更强。就大家其实一直在讲一个就强者恒强的概念，我认为就是从如果说你一个股票或者一个公司仅仅是强者恒强，它是没有用的。去年大家看到那些白马股其实都是一个强者恒强的概念，到今年其实给大家的其实整个体验都不好。那为什么现在要有一个强者更强的一个概念？很多这个朋友投资人现在在把一些新能源这个板块里面一些公司或者股票类比今年年初的这个那些白酒消费，像白酒或者消费，我认为这里面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思考这些问题嘛，所以强者更强我认为就是说赛道还是那些赛道，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半导体、军工、光伏、新能源车。但是如果说你明年的这种预期的这种就是营收或者净利润增速远高于现在的这种给出的 PE， 我们说就是如果是你明显的两倍或者1.5倍 PE 以上的话，我认为这些所谓的强者恒强你要小心。但是有在刚才说的这些景气行业里面，它有一些公司因为是受益，就是它未来其实整个我们说不管是光伏储能还是新能源，它整个市场是在扩大。那有一些龙头公司它其实调完以后呢，它未来其实还会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就像磷酸铁锂一样，过去讲的这个大家都在讲三元，现在讲磷酸铁锂，而且磷酸铁锂它又切入到了这种储能里面，它的整个量是在扩大的。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在讲这些好的公司的时候，你一定是明年要有更高的增速，有更好的盈利，还有更好的这种就是领域的拓展，强者更强，我认为才是有用的。其实您这个逻辑还是跟前期市场的这个变化，还有我们目前所处的就是对赛道的这个认可度是密切相关的。对，赛道我们还是认可的，但是对于它明年增长的质量要求非常高。对，就像
今年给了很高的那些白酒工地，今年实际上是没有增速，所以它掉下来。嗯，来看看新硕，记得第一次来做节目的时候是提到了这个半导体芯片啊，那时至今日，好像半导体芯片种种原因吧啊，到目前为止好像这个行情跟大家的预期有一点点的这个反差啊，接下来怎么看呢？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啊，就是整个半导体大家去看反弹的这一波，实际上是有反弹的，这一波反弹最强的其实是第三代半导体。那这个题材方向的话，相对来说公司比较少，大家更多的会关注一些相对来说之前没有关注过而且有陆续产能投产的一些企业啊，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般来说半导体炒的话都是比如说材料先行，设备跟上，然后再加上一些封测最后涨，但这一次不是，其他的板块动得很少，就只动第三代半导体。所以我们会认为就是其实际上目前来看的话，在整个半导体赛道里面缺乏持续做多的一波资金啊，更多的时候可能是跟随，比如说现在新能源板块强一强，然后半导体板块就有资金过来打一把啊。但是最近的话，尤其是这两天，尤其是今天的这个反弹，相对来说成色还不太一样。因为这一次啊，终于涨了这个关注已久的这一个半导体设备。为什么我认为半导体设备在整个半导体比较特殊一点的原因是在于，实际上如果从景气周期来看的话，所有的半导体产业链里面，只有设备的采购最确定，设备的利润增速是最高的。所以说，如果当资金去做的话，我们会认为他们是愿意做一些中长期的持股。但如果是做一些所谓的三代半导体材料啊相应的一些投产的一个企业啊，并不是做业绩确定性，反而有可能是投机。换句话说，对于大家来说，我们可能会目前在整个先进制造业的方向里面，我们可能会认为像半导体这种业绩好但是资金关注度比较少的这一个板块里面，大家先等一等，等这一个设备类的企业确定性的走出底部之后，我们再逐步的加仓。如果你对就是先进制造业比较关心的话，可能我们会更加关注另外一个方向，比如说像这两天啊明显异动的这个工业母机啊，尤其是一些包括刀具的公司，其实弹性会更高一点。换句话说，在这个位置做底部的反弹，那么实际上其他的先进制造业的机会更大一点。而半导体因为它本身里面一个是套牢盘比较多啊，另外是长期磨底部，也没有资金愿意去从这边拉开，弹性反而比较弱，短期的性价比是比较低的。但是四季报之后的话，我们认为整个半导体还是有机会迎来一个拐点，那个时候的话大概应该会在12月底1月初的时候可能会有一波机会，而那个时间点的话可能正好对应着一些这个 PPI 的数据的回落呀，包括一些其他的东西。实际上半导体这里我补充一下，我认为半导体这个地方根本不用等，就是我在10月初的时候，那我们公司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把所有半导体里面最后一个字带微的全部研究的，国科微、利阳微、新源微，所有带微的你去看都走得非常好。我发现它背后的根本的逻辑是什么，它不是涨价的逻辑，它根本的逻辑就是产能的扩充。因为现在其实从这个芯片角度来说，有些领域我们还是缺的，那么如果说你这些公司它在这些新的一些领域里面它有产能，它是靠量取胜而不是靠涨价取胜。因为今年很多讲的是一个涨价的概念，所以这个位置不要看价，看量。它量其实你去看它的公告，它会有一些这种就是我们说一些6寸、8寸、12寸，它一些新的扩产，这些东西很多是国内没有的。如果这些公司能生产出来，这些公司的股票就一定是看好的。所以几个带微的我拿公司研究全部研究了一遍。好，来看看余力，刚才也有人说本来在三季报公布之后呢，大家对银行股的预期呼声都是一致的，而且呼声很高，但是这一段时间走下来好像并不尽如人意啊。你能用期权这种策略的观察方法，不同的维度来看看银行股到底有没有行情。我想说从量化的角度来看，量化好。首先的话，因为每年的四季度的话，相对从因子来说的话，表现比较好的是低估值和低波动因子。那么其实刚才也提到过互强生弱还是生强互弱这个概念，其实在每年的最后的两个月，如果你做一个统计的话，会发现过去10年的话有7年是走出了互强生弱，然后呢近5年就从2016年到2020年，近5年的话是有4年走出了互强生弱，而且唯一没有走出来的那个2018年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怎么说呢，就是2018年的10月末，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当时有一次券商的集体涨停，然后把整个大金融板块的这个点位拉高了，所以导致11、12月表现不及预期。所以就是说其实近5年来说的话，最后转为互强生弱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么互强生弱，你现在目前已经走了10天了，那么是生强互弱，所以要扭转这个局面的话，那我觉得就是看大金融的表现，而大金融当中就是首当其冲就是银行的表现。
那银行其实整个三季报完了之后的话，其实相对来说绝大部分的归母净利润都是两位数的增速，那么它的业绩和估值的匹配度是金融当中三个子板块当中相对最不错的。那么这个银行的话呢，在最后的两个月，其实从几个角度都可以看它有一定的这个期待的可以期待的地方。首先就是基金经理的一个年末的兑现，很多的这个基金经理，其实基金公司它的考核期从十二月末已经提前到了十一月末，那么这个年末的基金的兑现，有些对高景气赛道靠它赚了很多钱的基金，它年末自然会有个兑现的效应。首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银行和地产是不分家的，那现在地产的预期打得这么低，如果说信用的违约预期边际稍微有点改善的话，其实对银行来说它目前的这个我们说赔率吧，或者叫盈亏比吧，其实是大于一的。另外一个话就是日历效应，我们经常会看日历效应，就是你再去统计一下十二月份，十二月份的整个银行的胜率，过去十七年有十二年银行在十二月是收涨的，这就是你看似银行一直很颓，包括最近也一直在跌，但超跌过后的话，这个主题轮动过后，现在主题投资轮动过后，你的观点可以去关注一下，好的，因为它在十二月的胜率相对比较高。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看一下明日前瞻，一会儿见。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提醒您收看《公司与行业》。内部消息，利好，快买进！我哥说公司放弃重组，快卖出！快卖！说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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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整装家装狂欢节盛大开启，要装修的业主不要错过一年一次的优惠力度，现在签约下定，价值两万元全屋设计费全免，价值三万两千元全场家具任你选，还有万元主电、空调、洗衣机、双开门冰箱等大件家电全部升级送送送，狂欢活动还没结束，凭电话预约码到店签约还能参加一元秒杀，有机会获得价值6999元的双开门冰箱，价值7998元的全智能马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赶紧拨打上海整装官方热线4000338338，或扫描二维码获取活动名额，最后的重磅福利，成功签约加赠999老凤祥金条一枚，赶紧打电话预约吧。这一刻是早上七点，我喜欢这种快节奏高效率的生活，老味道新体验，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放心一餐精神一天。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岁月不败风华，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上海标准联通世界，上海标准助力创新，打造上海标准，提升城市能级。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提醒您收看《公司与行业》。好，欢迎回来。明日前瞻，张秋，对明天市场的波动要看哪几点？首先这个位置我们说它可能会有惯性，这个探底的一个这个惯性，但是这个位置的指数其实我是一点都不悲观的。刚才说的，我们围绕着强者更强、新能源加加上这个授权修复，我们会反复在里面找一些比较好的标的。这个地方我觉得不值得去悲观，我觉得。那新说呢？
关注年限开盘价吧，三四七四。年限开盘三四七四。对，我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谨慎一点，因为缩量之下的话，市场其实一般还是不太好做。那刚才张秋总说不用太悲观啊，就我们俩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嗯，其实刚才在表述当中，似乎方向也不一样。嗯，但是可能在这个震荡格局当中，大家对就是能不能短期啊，短期是不是探到底，稍微有些差异啊。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每一次探索，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每一次前行，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每一次突破，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每一次选择，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上海金的落地，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一次托付，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每一次守望，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大家好，我是张瑶，上周给大家分享的龙虎掘金战法，相信很多朋友们已经领取到了，并且应用到实际操作中了，能够帮助到大家呢，我也非常有成就感。今天呢，我就把这套实战中经常会用到的龙虎掘金战法继续分享给大家。之前错过的朋友们就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扫描屏幕二维码来领取。龙虎掘金战法是张瑶老师20多年股市经验总结得出，专门教大家通过龙虎榜数据判断游资大佬的操作风格和特点，从而快速筛选出可能具备上涨潜力的标的。有没有帮助？扫描二维码试一试就知道。目前市场热点轮换较快，只有跟上主力资金才是王道。现在就扫描二维码，不仅教您通过龙虎榜挖掘热门板块，还有大量实战案例以及老牌游资操作风格解析，满满的技术精华，赶紧扫码领取吧。米兰斯沙发采用美国里恩牌伸缩合金架，品质10年保证。米兰斯沙发畅享零靠墙距离，给您增加空间。米兰斯沙发采用进口牛皮，匠心品质，舒适环保。米兰斯沙发华而不贵，做老百姓买得起的好事。